给我开支多好啊啊，这真不错，哎，是。大爷，您今年您有多？没多大啊，刚60出去。您平时爱听相声吗？不爱听，我就爱看动画片。哦，爱看动画片。嗯。哦，为什么呀？我要考察有意思呀。啊，您爱看哪种的动画片？什么动画片我都爱看。啊，玩那真的啊。正常。哎，那我也爱看那个。嗯。别的不爱看。那您平时您有什么爱好啊？就爱好喝酒。啊。就爱喝酒，一天两顿。哎呦，那每顿得多少？一天反正个来个2-3两的白的，来瓶啤的。哎呦，好，那您这可以。那钱这不是让你吃饭吃喝的吗？是啊，对吧？嗯，没错，对吧？嗯、是。那大爷您原来您是做什么工作？我啊，农民。我感觉您好像年轻时候特有劲儿。没，农民都没劲儿，没劲儿，他干点活嘛，给你点十分嘛。哦，您原来就是在队生产队里能挣十分？那你你不卖力能挣十分吗？哎呦，那十分是什么标准啊？那什么都会啊。啊。那都干什么呀？赶大车、种地，啊，都得会。哎呦，那真棒啊！啊，那凑合吧。哎呦，我那感觉好，一般人可挣不了十分，能挣到8分就不软了。对。那您就每次都是十分？你得涨点那涨啊！你看你干活时候挣了十分吗？啊，72年干活，那的。您72年就开始？对，72年干活。哎呦，好，那那会儿您能挣得多吧？挣不多，嗯，几分？哎呦。是那合多少钱呀？合我多少钱那儿了？是，一天挣到1块钱。那也可以，那那会儿算高工资了。一天挣到1块钱还高工资？那你这好，那这水电费挣到多少钱？是，哎呦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那大爷，那您现在这退休金挺高的吗？退休高啊，共产党每天给我100块钱。哎呦，那一月也是3000多。3000块钱吧。那还可以。可以。真地道，是吧？真地道，是。